各位嘉宾，各位网友，大家晚上好，我是李李辉。感谢人民网、央视频和百度给了我这个直播的机会，也特别感谢各位网友的关注。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课题是，数字货币可能会重构全球的货币体系。大家都知道，2009年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比特币刚刚问世的时候，几乎都是静默无声的。在2019年的6月18日，由全球社交网络巨头脸书主导的数字货币 Libra 登场，这给全球的金融圈带来了巨大的震撼。这是因为 Libra 的目标是要成为一个不受华尔街控制、不受中央银行控制，而且可以覆盖全球几十亿人的全球性的货币和财务基础设施。最近呢，我们国家的法定数字货币，或者说中央银行数字货币，据说也在很小的范围内开始了试点，这也受到了高度的关注。斯坦福大学有位教授叫 Brian Orr， 他说，经济会随着技术的进化而改变它的结构，即改变它的制度安排方式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，数字货币到底会不会重构全球的货币体系。我认为采用数字化技术的货币形式可以称之为数字货币。那我把数字货币呢分成三个大类，一个是法定数字货币，也就是中央银行的数字货币。第二呢，就是虚拟货币，当然有的人对虚拟货币还有别的称呼。第三呢，我把它称之为可信任机构的数字货币。那这里的话，我们分别做一些讨论。一，法定数字货币。关于法定数字货币，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是什么？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是，它将如何传承和替代传统的法定货币。我认为，具有法定地位，具有